演员就不简单了，据传说他的徒弟能翻着跟头说相声。哎，下面呢有请尚小菊跟刘晓婷的师傅岳云鹏孙越为大家带来翻跟头。什么翻跟头？当行论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还这么些人呢，亲爱的朋友们该醒一醒了啊。不困？对，我们从7:30已经演到了12:30，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啊？这下面是封不上了啊，封箱封了整整一宿啊。对，封箱封到了我师父过生日。对，我们快点说啊，争取把这个好节目留在后面。对，后边还有呢。那可不是、我都困了，我跟你说这节目，我跟你说刚开始知道吗？刚开始。哎，大家18号这场，哎，大家醒一醒啊，第7排那个醒一醒啊，一直在睡啊。这个刚才这个节目叫做脱妻献子，一段传统的相声，是逗哏的叫高峰高老师，高老师捧哏的叫于谦于老师，是二位给您说了一段。对，我们俩走上台发现还是满坑满谷的观众，没什么走的啊，都12:30了依然没有走，说明大家喜欢相声。是，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。那是，有的朋友说了，相声是一门生意。生意。哎，其实不然。怎么呢？相声是手艺。什么叫熟艺？脸熟是一宝啊，就靠这张脸。哎，平时咱们家在家看电视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电视上大明星啊，大明星谁？岳云鹏，我认识他，大明星。你看看，他就老认识夸自己的，认识我，他就不换台了，是吗？哎，脸熟，脸熟是一宝哦，叫熟艺。是啊，那生意是什么呢？什么？生出一个主意来赚您的钱，这叫生意。这叫生意。哎，生意又叫买卖。有买有卖、有买有卖，哎，从中赚取这个利润啊，这叫买卖。买卖分很多种，您说说，抬头的买卖、低头的买卖，让人的买卖、不让人的买卖，有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您都给说说。哎，别都给说说了，时间不早了啊。我也不知道你要说哪个。咱说这个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。哦，这怎么还有死人的事呢？哎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当铺。典当行。对了，过去叫当铺，现在叫典当行。是，路边就还有时候还能看得见啊，三环边都有典当行。过去叫当铺。是，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做《九九归一》，老电视剧，有谁看过？好嘞，好，换个节目。好，哎，一点不觉得尴尬。《九九归一》，抓紧时间啊。我这个嘴今天有点快啊，一会儿容易说错。这个《九九归一》这个电视剧说的就是当铺的故事。哦，是。哎，一进去呢，感觉特别的压抑。怎么压抑？灯光不是特别的亮，跟咱这一样。哎，滚！少说话啊，时间少。这个，我这一个字半个字不占时间。你这句就占时间了，知道吗？这占什么时间啊？我这为啥自己清醒清醒？你可别睡啊！你可别睡。我睡，你不要打扰我就行。哎呀，这就1分钟过去了。这个关键是有一个特别高的柜台。哦，这柜台高。哎，柜台特别高。有的朋友说这栏柜不应该高啊。嗯，一般都到这儿。对不对？就到这儿吗？人家那柜台啊比人还高。我怎么这么高啊？为什么这么高呢？嗯，因为这个当铺的这个人啊特别的气人。这气人跟柜台高有什么关系？比如说最早当铺柜台没有那么高的时候，正常人家来了一个当东西的。当什么？比如说当一把扇子吧，折扇。您给看看这把折扇能给多少钱。哦，什么都当。递上去。嗯，这位接过来。是，当多少？您太拖时间了这事儿。干嘛这么拖时间呢？你不知道我以前演这个的时候时间可长了，知道吗？干嘛非拉长音儿啊？哎，拉长音是他们这行的规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后边有一个写当的，让人家注意。啊，拿毛笔写当票的啊，问人家当多少？您说这个东西，您给写20块钱吧。20块。20干脆。怎么样？不要。不要你干脆干嘛？说的是他特别气人。有点气人了啊。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5毛。哦，按提成来的。
多少钱？五毛啊，20块钱东西给五毛钱？是是是，你按提成来的，啊？干嘛呢？这是学我？我抽你！哦，大嘴巴就抽上去了，给一嘴巴。这位想啊，他抽我。啊，你们爱看这个？岁数大了，骚不起来了，各位啊！这位呢，人家拿起扇子就走了。那你追着去？追不上啊！怎么呢？柜台挡着呢。哦，拦着呢。哎，怎么办？把这柜台啊长高一截，打不着了。第二天又来一位，又来一位大高个儿。哎呦，大高个儿啊！那个墙挡多少？还是扇子？挡多少？就必须得这样啊！要不没法演。没有拖延的事儿，啊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您给写20块钱吧，二十块钱，二十干脆，多少钱？不要，多少钱？那您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4毛，多少钱？这还减一毛，20块钱能给4毛钱？是，我抽死你！又一嘴巴，拿起扇子人就走了，还是再看这边，哎呦，那又抽我。要不我犯会儿骚下去得了。也行。这都什么表现方式的？要追啊，追不上。那柜台高啊，柜台高，哎，只能啊把这柜台再长高一截，得再高一点。第三天又来一位，怎么样？巨高个儿，嚯，作死来的。您看看多少钱？嗯，挡多少？嗯，啊，您给写20，二十干脆。多少钱吧？不要，快说。3毛。啊，3毛钱。3毛钱，嗯，我抽死你！嚯，人家走了。怎么着？这位强，他又抽我，他怎么办？哎，这位他也太烦了，你知道吗？花钱了，放一个吧。他又抽我，对，4毛钱烧一回等于。哎呀，你看这位女同志，你笑的，你怎么了你？我本来想踏踏实实给大伙儿说一回相声，我，哎呀，其实我也喜欢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那最起码都醒了，反正，只能把这个柜台长得特别高啊，就防止这个。哎，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他说话拉长音儿，会不会耽误生活当中呢？那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引起误会呢？也会混淆了。哎，有这么一位当铺的掌柜的，掌柜的长期说话拉长音儿。哎呦呦，有一回呢就闹了笑话了，习惯了。他从前门大栅栏出来买东西啊，买东西买完了要走，走，看见旁边有这个黄包车，就人力车呀，哎，不像现在出租车，人力车人拉那个，对，人力车的这个主人旁边看人家下棋呢，车夫，他过去问人家这个洋车是谁的，嗯，一般老百姓就问这洋车是谁的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他走过去，拉长音儿，哎呦，工作化了，这辆洋车谁的？快多了，我必须这样，要不然一会儿包我想不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这辆洋车谁的？是洋车的主人吓坏了。怎么着？哟呵，差点来一吊灯了。我的？啊，我还要呢。呀，以为卖了呢。拉我前门要多少？多少钱呢？不要钱。哎，怎么不要钱呢？这儿就是前门。哎嗨，原地画个圈儿。爱慕索。行了行了，那耽误时间呢。哎，说了个 I'm sorry 啊，非得重复。拉我天桥。好，天桥多少？大哥，嗯，你要是走着去，啊，早就到了。嗨，多耽误时间呢！怎么那么费劲呢？是啊，您呢？给4毛钱。啊，4毛。4毛钱，您说坐还是不坐？坐不坐？不说话。怎么呢？绕着这个黄包车啊转了3圈。啊，走三圈。甩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胶皮不好，回头放炮。他走了。哎，他坐不坐呀？不做呀，包贝人家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了。嗯，我为什么对这个薛微有些了解呢？挺了解。庸为什么呢？还庸为什么啊？我北京人，说你甭搭理我，我说我的。
就跟我占你时间似的。你说你的。用为什么呢？用我们后台有一位老先生叫李文山。李先生。哎，李文山，我得听你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。没听说过。倒着起呀、啊。反正李老爷子吧。嗯。大伙统称李三爷。三爷。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啊，是一个无业游民。好，游手好闲。没有工作。是。想找一份工作。好。找了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。哦，应聘。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就慢。哦，慢性子。经理问他呀。嗯。您想找什么工作呀？是啊，我什么都行。这是天生的呀。他说那什么都行什么意思呢？嗯，擦桌子、扫地、碎活、杂活他可以。杂役啊，老板一听，怎么着？嗯，什么都行，甭问呢，在别的当铺干过啊，想跳槽上我们这儿来。哟，得了，你看三柜吧。对了，哎，什么叫三柜啊？哎，有的朋友就问了，什么叫三柜？您说说。分头等柜、二等柜、三等柜。您说说。头等柜房契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大点的房契。二等柜珍珠玛瑙啊。哎呦，也是平时细软。哎，值钱的东西。是。三等柜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。啊，日用百货。日用百货，你看三等柜吧。三等柜。谢谢老板。我真敢答应。很开心。哎。上岗了啊，来吧，上班。往那一站，跟这个写档的先生俩人就交谈了几句啊，工作伙伴，就准备上班了。好啊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过去穷人多，真有人来当东西呢。是，当什么东西呢？什么呀？一副脑钵。脑钵，戏台上用的。哦，哎，人老母亲病了，是把这个吃饭的家伙给当了啊。那这位就是乐队，乐队就好像刚才啊，就坐那儿、哎哎、就那些乐队都走了、嗯、哎。还真是走了、啊、蓝布包着呢、啊、就那个唰唰那个、啊、哎，就来了，当吧，要在地上去，走你、哎、跳水呢吗？这位小心翼翼的打开，嗯，三爷打开的时候呢、嗯、就唱当了啊，就唱了，当多少，哎，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声音就掉下去了。是啊，为什么掉下去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认识。您等会儿吧，这脑钵不认识。哎，对了，没听过戏。哎，这话您说错了啊。怎么呢？就算听过戏啊，这个乐队一般啊都在乐池里面。没有啊，占时间，这是、哦、不是？好比这个舞台吧，嗯，平时唱戏的时候，前面是坑，前面它就降下去了。哦，哎，乐池乐队老百姓看不见。过去都坐台帘里头。哎，台帘里头看不见。嗯，啊，这很正常啊，没不认识。嗯。当多少？嗯，哟，不认识。他不认识。嗯，不认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说这东西我不认识啊，那不行。为什么？甭问呢、啊，经理旁边追着我呢。哎呦，第一单买卖我就说我不认识，哎呦，肯定给我开除了啊，丢了工作。哎，李三爷很聪明。怎么聪明？他问人家当多少啊？他狠狠地往下压价。哎呦，本家肯定就不当了，嫌便宜。你不当，你拿走，我等下一位。这是主意，多好的主意啊！好，当多少？这会儿不需要大肠啊，时间紧啊，各位，时间紧，任务急啊。您呢？啊，您给写二十吧。二十干脆。啊，不要。多少钱？我知道不要啊，这是你们这行的规矩。一还一买一还吗？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五毛。哦，还真是五毛。多少钱？二十块钱给五毛钱。是，我当了。哎，我哎，怎么当了？什么？什么脾气？你能否再说一遍？都不相信了。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嗯，浪费时间干什么？那为什么五毛钱也得当啊？我当了，我妈病了，急等着用钱，五毛钱也是钱呢。啊，抓服药是服药。为什么当的？我少当少赎啊，大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吧，写到。可以。啊、行了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为什么？他的唱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作用什么东西？哎，后边有一个写当的人，你得写呀，描述这个东西。哎，对了，写写吧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说吧。嗯，李三爷很聪明，怎么呢？临时炫编，他给编上来了，就是现编呀、啊嗯。写、嗯、写，行了，写吧。好好好好，缺箍短派，短派。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，写当的先生当时就懵了，
什么？就童草帽啊？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那谁知道？平时不能戴吗？嗯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是啊。嗯，有点意思啊。嗯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五毛，倒是也不贵。嗯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。啊，这位接过来啊。嗯，铜草帽。哎，是。救火用的。对。我救过火呀。啊。我没戴过它呀。对，戴它烫死了。那倒着多快呢？真有意思，你说相声的吧？你是？瞧出来了。嗯，你还是个逗哏。哎，原来逗哏这么讨厌。可爱啊。嗯，哎，您说。哎，五毛钱拿着回家了。是。转过天来，这位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啊？五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哎呀，你瞧瞧。哎，这回当的是一个单皮鼓。哦，戏台是单皮鼓。戏台用的也叫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那个。就那个。是。蓝布包着就过来了。还是蓝布。往那这。嗯，不是你。怎么挑人了？我找童草帽。哎，好，三爷的粉丝。啊，他比较幽默。对，三爷就过来了。嗯，见过你。废话，来，废话，别废话了。当多少？是，还是不认识？怎么还不认识？哎呀，20块钱，还是这件。20干脆，我知道你不要。说多少钱？说多少钱？4毛。又砍一毛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怎么着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哎呀，当了，还是治病。你再说一遍。废什么话，当了。好吧，对，他的唱当啊，就等这个呢。鞋，嗯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呀嘿，早就准备，太有意思了，童草帽。嗯，昨天晚上回去跟我媳妇一说，嗯，我们俩乐半宿。好家伙，乐半宿。真有意思。是铜的是草的呀？哎，行了。嗯，救火用的，平时不能带吗？我真有意思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很期待。多讨厌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，不知道时间紧吗？鞋，来吧，临时现编的啊。右边碎木传旧，传旧钉子拼凑，还有钉子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。小皮洗脸盆。嗯，什么小皮洗脸盆？对，我的天哪。嗯，那能洗脸吗？那不能啊。那个平时不能用，非得旅行的时候用吗？哎，对，轻便呀。小皮洗脸盆，这真有意思。我媳妇今晚上甭睡觉了。哎，行了。多熬人呢，是吧？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。嗯，这位接过来一听啊，哎，当东西的，小皮洗脸盆。是，还旅行用的。啊，我旅行过呀。哎呦，行了，我没有带过它。哎，可以了，洗一次都不想了。拿着钱回家了。对，转个天人家又来了。哎呦，干嘛？4毛钱不够用的呀。还是不够，治病啊。哎，4毛钱不够用的呀。是，这回又来当了。当什么？当的是一面锣。哦，大铜锣。哎，递过来了。哎，就是你，我等你吧。哎，三爷在搞。走你。嗯，哦，这得认识了吧？怎么又是你？废话，就你们俩这里。废什么话？我找的就是你。嗯，来，赶紧唱当。赶紧啊。嗯，当多少无所谓。哎，对。哎呀，我求的不是多少钱，求的快，知道吗？我求的是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。嗯，对。还起名圈了，你怎么那么讨厌？哎，对，别废话，我等不及了，来吧，我也等不及了，嘿，我也等不及了，这俩人挤的死他去，昨晚回跟我媳妇一说，小皮洗脸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媳妇笑点特别的低，我们俩又乐了半宿。好，这俩人净熬夜，太有意思了，这么恶心，听。来吧，当多少？赶紧，没所谓。对，那就2毛。啊，都不开价。可以。嗯，对，一会儿我就赎出来。对，我就喜欢这个过程。来吧，他的现编呢？啊，又啥？这锣也不认识，哥的，这可不是马了，真的。真行。来吧，这锣怎么着？鞋，废铜烂铁打造。废铜烂铁，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。什么？这野炊用的大铜饼铛啊！我的天哪！是，我媳妇非得笑死。
太可乐了，大头面称，嗯，那个人你不就糊了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那导热更快，还野炊用的啊，对，哇、哦，真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，刷刷点点写完了。这位接过来什么啊？大铜饼铛，对，野炊用的，2毛钱，太有意思了。你等着啊，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好家伙，这钱也大。这位2毛钱都没去取，哇，当时就回家找东西去了。啊，老妈已经不重要了。老太太死当铺手里，谁能想到这个？死当铺手里了，赶快来说你的，找吧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他妈在旁边，我的药呢？对，妈不重要，不重要了。哎，您等会儿我，老太太咽气都给他当了。等会儿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当时就找到一样东西，是什么呀？帽镜。哦，过去那个老式的帽镜，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嗯，还现在。过去有，是过去有。打这么看呢，是一个镜子，嗯，打后边看是一块木头，他们镶在木头里头，抱着可就来了，是，哎，扇子面有点像，别着急啊，哥们儿啊，哥们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，呀呀呀呀呀，还抱着来的，抱可是抱啊，嗯，镜子冲着自己，啊、嗯，怕脆喽，对对对，哎，往这一站，呵，不是你，还换人了，我找佟草帽，哎，大铜饼铛也行，是是是。李三爷正在里边吃饭呢，是一听有人喊他，吧唧碗就碎了。嚯，准是他、哎对！你就这么一个粉丝啊？这是没办法，那得来啊！是是是，哎，就往外走，血荡的向人瞧，我也去，哎，我也去，好去了。俩人就过来了，往那一站，我一猜就是你。行了吧，赶快唱吧，嗯，别废话，嗯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。来吧，地可是地上去了。嗯，这个木头啊，啊，冲着这位镜面冲着外呢。哎，他还是不认识。哟，这也不认识。当多，别废话，别废话啊！不要钱我都当了。哎，对，快唱当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等不及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得挤得死他。鞋，缺砖短瓦。缺砖短瓦。木头小影呗一个。小影呗，什么？木头小影呗，木头小影呗。啊、嗯，那过两天秀珍四合院要不要啊？嗨，成套来的，这有意思。嗯、我媳妇儿不想活了，我跟你说、哎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你媳妇儿了、嗯，太有意思了、嗯。多少钱呢？人家不要钱，不要钱。这位他得收档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得把这个东西收回去，一收不要紧，怎么呢？把这个帽镜啊转过来了，哟，一转呢，这里边东西都照进去了，镜子面冲里了。他以为也是一回事儿。是啊，别忙，别忙，还有还有，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啊、椅子2把，暖瓶一个，内有一人，嗯、啊，好像是我，啊，我怎么瞧他？啊，他怎么瞧我？哦哦，这是个镜子呀，瞧出来了。这世界很酷。